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看军文学英语，我是 Amber， 透过军事新闻一起来学习英语。教学前和大家分享 ，Amber 最近感冒了 ，Amber has a cold， 所以今天的喉咙有一点沙哑。借这个机会教教大家喉咙有点沙哑的英文，我们可以说 I have a scratchy throat。Scratchy 有刮痕的、粗糙的意思。OK， 你学会了吗？好的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教学吧。今年二月，澳洲宣布将舰队规模扩增一倍的十年计划。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表示，根据本计划，澳洲将打造六艘猎人级巡防舰、十一艘通用巡防舰、三艘防空驱逐舰和六艘先进大型无人水面作战舰。Under the plan, Mahler said, Australia will get six Hunter-class frigates, 11 general-purpose frigates, three air warfare destroyers, and six state-of-the-art surface warships that do not need to be crewed. 这边带大家看到 frigate 是巡防舰的意思。Destroyer is a small warship, but bigger than a frigate. 驱逐舰是一种小型的军舰，但比巡防舰大。接着看到 surface 有水面、表面的意思，在军语词典中，水平面的英文我们可以说 level surface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追踪，并开启小铃铛，看军文学英语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